我们快到灯塔了哦，你看到灯塔了吗？黑白灯塔。哎，看到了吗？黑白色的，我们到了灯塔喽，就是基隆屿的灯塔。有没有觉得它的颜色很像北台湾的一个塔呢？大家猜到了吗？应该是猜到，因为太明显了，这个颜色很像。那因为我们来到这里，看到一个很超级大的大蜘蛛，有两只，那边一只，那边一只，都超级大只的，很恐怖。等一下派老师跳到身上来。嗯，而且这一边它景色，因为前面有人，所以没有过去，刚好过去。这边景色真的是四面环海，而且真有兴趣的可以来这边看一下。现在已经在下山咯。这地方其实就是有一个那个小小的小平台空间，那是大家可以缓冲一下。可是上坡的人是真的比较需要，下坡的话其实是还好，可是也是很拍照的地方。嗨，你好，我们现在要走下山了，然后我们从顶部走下来，然后真的很累。然后你看这边的景，让大家看一下景色。其实最累是下面那个人，我这方面比较难，因为他这个，虽然真的有点热，而且很喘，然后其实风景还不错，大家可以自己来看看，来看。这是我第一个，是我老婆，第二个是我老婆她爸爸，然后第三个是她妈妈，然后第四个是她弟弟，然后现在走过来了。我们现在要往下山走，然后因为还有环海步道，所以还要我们进要搭11点的船班，所以我们要在11点前要到下面的港口就位。所以我们现在再往下走，市区啦，市区可能。等下再给大家拍一下环河，环海，环海步道的景象。那先这样咯，啊，有空再给大家看一下，回到多放几张照片给大家看。啊，我们下山了。快到下海观海。刚在影片前面有讲到，那个下面就是观海步道。好，现在看一下步道在哪里。步道在这边，有没有看到？那个一小条一小条，然后很多人在走的。好，我们是第一个行程。我们刚从上面走下来，从下面走上去的人很多，所以刚刚有塞车。我们现在一直往下走，等一下再让大家看一下。下来是大家要来看一下，一定不能共起的环路什么。我都在这边嘛，走到山底下。我没上去，船也不开啊。其他人会下来，其他人会下来，而且还有其他人慢慢往下喽。对啊，这一然后我们现在也慢慢往下，然后来看这边。黄家路过去，有黄河步道。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最后一个行程就是这个，而且好像还有两个什么庙，观音庙跟。跟土地公庙，还有一个土地公庙，我们要去看一下。而且我们时间也剩不多了，我们11点就要上船回去了。来，让大家看看一下这边景色。而且现在套中岛，可是太阳被挡住，比较好看一点，比较这样。要不然早上灯真的那个光真的太亮了，而且很热。建议大家早上来啦，早上会比较有凉风。啊，如果下午来的话，这边西晒会超热的，那个阴。很少在爬山的或是第一次要来的那个真的是会热到疯掉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要多运动，这个是爬山真的爬得很
很长很长，而且是走楼梯。你说走慢慢走平面路都还好，走楼梯那个脚力真的要很够，要不然会真的很累。啊，要来的话，请大家慎重思考一下，三思而后行，就是这样。要不然很累，而且船上还会发两罐水，一个人两罐水，其实蛮贴心的啊。自己如果真的觉得喝不够，要再多带，不要中暑就好。而且帽子也要戴，帽子真的跟登山杖真的都很重要，要不然真的会热晕。好，就先这样。啊，这边呢、啊，这一段呢、啊，就是一直沿路的，一直爬，一直爬，一直爬。那这一段呢、啊，就是刚阿忠有讲到的，他下午其实会很稀晒，所以下午来的话，真的会蛮热，是不建议。我这边是建议说是上午的行程会比较，而且是八点来最早班的，你人会很少，要不然你就会像看到现在，你看这边都已经很多人，我们现在已经是下山了，你看就已经有那么多人在这边走了。虽然每天都有限制，大概将近快2000左右的人可以登到，可是实际上啊，同个时段如果好几班船公司过来，其实岛上的人很多啊，步道其实小小的。这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宽度，好、哦，可是越走到上面啊，其实是会越小条，会不好走。像我们刚下山的时候就已经有卡到一些些，所以很会有点寸步难行。所以建议大家是真的要选最早的那个船班上来，会比较好一点哦。啊，我们来到了地公庙这里，我们进去看吧。对，土地公庙来看一下，福德镇神啊、哦，又是楼梯，然后小阶梯，你爬完上面的时候再来爬这小阶梯，其实还好，可是会有一种厌恶感，好累。土地公庙到了，这是它里面的一个小庙。来看环海这边都是海，有没有看到？小维家介绍，你看那边后面都是海，对面就是基隆了。嗯，对啊，那我们继续走啦。环海步道啊，是依着峭壁与海岸线而筑的，所以整个步道呢，大部分是以木栈道为主，是没有扶手、以栅栏的走道哦。所以走在步道上面是可以欣赏基隆与沿海的风景哦。黄河、黄海，傻傻分不清楚。黄海，三遍，黄海。哇，这边都是岩石。观音庙了，那我们进去看一下吧。就是幸好我们顶到正上，小小的基隆屿的观音庙，那我们继续前进吧。好，我们快走到尽头了，快了！在一百公尺就是观海步道的尽头。所以我们现在一直沿着路走，来看旁边，吹着海风，走着路，看着船，晒着该死的太阳，然后撑着身疲力尽的脚跟身躯。100公尺的尽头大概是长得。最后100公尺，快到了，感觉很远。唉，没关系，休息片刻，再来看一下海，吹个海风，提着身疲力尽的身体，继续向前走。
们到终点了。看到，当你走到这里的时候，看到这一幕，你就看到步到终点，你已经到了人生的尽头。请勿跨越，尽头到了。啊，人生尽头不是啊，步到尽头，步到终点，然后来往上看，就有看到灯塔，灯塔在这边，黑色有没有看到？这里，我们在灯塔的正下方，所以我们要步到终点了。然后等一下再往回走，这是看着海，看着船，吹着海风，提着身疲力尽的身体，继续向前走。基隆屿的一个桥的 TGP， 这个直升机的，这个对啊，小小的那个停机坪，对，然后也是一个很大的广场。那广场看过去呢，就是基隆市区了，也是基隆港。走吧，我们镜头带过来，镜头来这边来。这边就是基隆对岸，对岸就是基隆屿的市区了啦，对啊。那这就很大，就是这个基隆屿岛上最大的一个广场，它其实就是停机坪，直升机的停机坪。它这边其实也有部分的一个海军呢，也会驻守在这边，就是海巡署，讲说是海巡署会驻守在这边。拜拜，基隆屿，拜拜，拜拜，我们要跟他挥手了，拜拜，拜拜，老公，我们要走了哎，你要说什么？我在开船。来，我要讲紧张啊。船头开船，我右边这个三支烟囱哈，对叫协和火力发电厂。有像哎、欸，你有这么搞笑吗？有像哎、欸，有像有像，很好笑啊！然后我们要回去啦，然后下一个点就是基隆本岛，台湾本岛返航喽。没办法，因为有时间限制。其实早上也没什么飞广，真的来的时候，这个来登山杖一定要有，因为有的地方它只有绳索，没有那个楼梯的那个扶板。其实它都有楼梯的那个扶板，就是拿这个还是比较实在，可以再走一下。然后还有这个渔帽，随便一个帽子也可以。太阳真的很热，而且早上其实也很热，没有什么阴，没有什么可以遮阳的地方，比较少。那有的是比较巧合，就是那个刚好阳光挡到那个照到那个树有阴影的地方，可是其他根本都没有，所以帽子一定要有。然后还有背那个叫什么太阳眼镜啊，可是因为我是戴那个，因为我今天早上戴眼镜戴的他妈很干，所以不习惯我没戴太阳眼镜。然后我老婆戴太阳眼镜，这个戴一下，不然这个阳光很大很刺眼。然后再就是最重要的是，一定要，这种是干的，这水一定要拿，因为船上会给你送你两罐水，一个两瓶，它是冰的，它只是刚刚走的时候呢，水都变温的，人真的要多喝水，要不然真的会晒。然后还有。脚不好的，你护膝你戴一下，穿一下也不错。护膝也是不错的选择，是那天走到上面，感觉天使在向我招手，快往生。然后前面的影片你可以看到，阿丢快往生了，真的超级第一个世界出外卖。然后还有这个，这边会送这个，然后他有我看到有介绍，这边都有介绍。然后他就介绍说他有哪边是哪边，然后还有电话，还有专线。然后我们今天是坐这个
富优龙之星，还不错，真的。而且你回去的时候，你看，我想到船头，船头都是。我跟我老婆就小薇坐在船头那边，虽然是晒太阳嘛，可是海风吹，阵阵的海风吹过来，其实还不错。那不用怕说会晒太阳怎样，因为其实连大家也知道，我老婆这边开过大雨，不太好晒太阳，真的有风就比较不会的那么湿。说真的，然后尽量衣服穿凉感一点的，我们今天穿这个刚刚真的有够，真是。有多热？有时候穿凉感衣还比较稀罕，因为现在全身是湿的，然后真的是湿到内裤，真的是等一下还要去换衣服，内裤都湿湿的。我是不知道我老婆有没有，只是我内裤是湿的。然后大概装备大概就这些，然后心得是觉得还不错啊，觉得看影片呢，也许看影片大家没办法体会到那种。真实奇迹的感觉真的是最好的，我真的是不错，所以大家可以自己亲身体验来看一下，真的不贵的，一个人好嘞，再加两个零，再加两个不是八块哦，不是八十哦，是倍八，不是倍七哦，倍八，八十，这个还不错，可以带爸妈来的。然后呢，还有最重要一点，刚刚忘了讲，背包。为什么要带背包？因为你可以放水，放一些东西，然后还有蚊子，类似蚊子啊。是我老婆因为有被咬，所以要带一些你的药膏来，要不然真的会很容易。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请你本岛越来越近。真的是希望我们几个海人，喜欢看海豚可以来这边看看。好，就先这样哦。人生啊，就是像这样，像海洋一样，有时风平浪静，有时注意到暴风雨一般。人生的起起伏真的是精彩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拿镜头往后面转一下，你要慢慢看过去，然后再往后面转，我们再正式的再跟一种雨说拜拜。小了，我们它越来越远了。今天我们登岛行动已经算告一段落了，然后还是始终的要跟大家讲再见，基隆屿，拜拜，感谢您今天早上折磨了我一个早上，这就是折磨。许看大家都在拍影片，不如亲身体验自己来走一次更好。可是不要忘了帮我们订阅及分享我们的影片。如果觉得好的话，再帮我们按个赞，再分享给大家，再请大家多多帮忙，感谢各位。我们已经快到港口了，再让大家看看这边附近的画面。我们最后进港口了，最后的行程，完美的 ending， 快到了。这我们来到了这边，就是碧沙渔港里面的小鱼市，很多，你看还要卖活生生的海鲜。那我们现在在找吃的，看要选择吃哪一间好呢？
好可爱哦，看他们好疗愈哦，嗯，超疗愈耶。哦，喷水喷水，来，喷水喷水。